关。为啥样？你如此发狂？你敢知影？你是查甫囝，安尼是无妥当。什么代志？对我讲，唔通往你的心肝中。苏兄，虽然咱弟有泪不轻弹，也不过我冤仇深如海。我若是无安尼是发泄家己的情绪，我恐惊我无法度踮在这个天台上，继续一份寂寥大当家。我无法受我无得心数。国安，你来到这天台山祖地，这段时间跟你相处，我感觉你是正直之人。既然你有心事，也无安尼死，我当做你听笑，你把你的心事讲给我听，给我了解。无定着，我等下你倒白改哦。感谢小爷，小爷，俗语人讲得好，家丑是由你，事关大大，我需要小心谨慎。恐惊我若是伫遐遮，甲你讲话遮，真无方便。啊，既然你遮讲话无方便，也无，咱来换头谈。安尼好，来去找一个较隔壁的所在，行，咱来去。